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Alan 老师。今天老师教你们怎样上网查颜色。首先我们这里打 coloringonline.com， OK， 我们进去，我们来到这里，第一个这里哈，我们就点进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张很几张不一样的图片在这里，然后我们选了图片你喜欢的，那么把它采上颜色，好不好？所以老师这里的话，老师就看这边有什么哈，看哪一张图片老师喜欢的哈。OK， 老师选 ，OK， 老师选这个 lion， 哎，选了 lion 的时候，老师就看到这边有颜色在这里，对吗？老师就选这里。橙色，橙色。OK， 那是橙色，对不对？老师就把它采成采颜色，就老师点这个，哇哦 ，OK， 好吗？我们可以点成这样的颜色哈、哦。然后它的尾巴呢，就点这个颜色。那然后呢，老师就要把他的皮肤黄色来到这里，黄色吧。OK， 黄色，好，看一下，尾巴，多好了。然后呢，红色，找红色。我们可以选一下黑的，然后它的红色的舌头牙齿 OK 的，好了，所以我们采好颜色了，这边可以选颜色哈 ，OK， 这边你都可以这样子找下去，这边有颜色，然后我们采好了，然后我们要怎样呢？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看到吗 ？Picture 这里，然后过后我们。Save image as OK， 然后我们这边就写名字一下 Lion， 然后 as JPEG 就可以了。我们 Save image， 然后我们就 save 好了，它就在这边对吗？然后你们打开它，噔噔，所以完成了，所以你就把它交上去 WhatsApp 给老师，好不好？OK， 同学们，今天教学就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